喂，你好。奥克集团市场部的 offer 已经发到你私人邮箱里了，薪资比巴巴艾德翻了一倍，啊，还有年底双薪、加班补助、餐补、车补，每年还有一次出国团建。你明天可以去办理离职手续和入职手续了。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啊？我想再考虑考虑。没想清楚，我们可是奥克，还需要考虑吗？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人，我去跟吴总监申请一下，你抓紧决定。谢谢。奥克算你入职了。嗯。你觉得我的决定会是对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你不去选择的话，怎么知道对不对呢？相信你自己。晚安。晚安。相信自己。